原标题：墨西哥预授予特朗普女婿最高荣誉。推特炸了，今天美国第一女婿库什纳在墨西哥人的推特上刷屏了。据路透社，当地时间周二，墨西哥政府表示将把该国的最高外国人荣誉授予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墨西哥政府的官方声明称，库什纳作为白宫高级顾问，对推动新北美自贸协定的达成做出重大贡献，将授予齐拉兹特克雄鹰勋章。报道称，库什纳在特朗普政府中扮演着重要的外交角色，经常与墨西哥和其他外国领导人会面，并促成新北美自贸协定的达成，取代有24年历史的旧协定。加拿大于今年9月加入了该协议。墨西哥当地报纸 Reformer 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称，该奖项获将于周四由即将卸任的墨西哥总统涅托在 G20 峰会期间正式颁发给库什纳。而此次峰会期间，预计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领导人将签署新协议。受勋消息引爆推特。在此之前，特朗普针对墨西哥移民的言论和在美墨边境建墙的行为已经在墨西哥引发广泛的不满，因此授予库什纳阿兹特克雄鹰勋章的决定很快成为推特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引爆社交媒体并招致墨西哥人的批评。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授予他阿兹特克雄鹰勋章反映了极度的耻辱和怯懦。他还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称墨西哥移民是强奸犯。墨西哥演员伯纳尔趁授予库什纳荣誉的决定非常可耻。阿兹特克雄鹰勋章通常给予为该国民主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的外国人。中国跳水教练马竞、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等人都曾获此勋章。今年7月，奥夫拉多尔在墨西哥大选中胜出，成为墨西哥10年来首位左翼总统，他将在本周六举行就职典礼。而库什纳的妻子、美国第一女儿伊万卡预计将出席该典礼。获外交圈的第一女婿长期以来，特朗普任人唯亲的习惯备受诟病。他在入主白宫后，身边的朋友和亲人也纷纷跟着入住，并在白宫担任要职，其中第一女婿库什纳就备受瞩目。据纽约时报，库什纳曾接手并领导美国创新办公室，这曾经是一个寻求美国顶级企业高管创意的地方。但在特朗普在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骚乱后，为种族歧视者辩护后，这办公室的大部分员工都辞职了，该机构进行改革的努力也放缓了。有人认为库什纳应该为此负责。库什纳在白宫外交圈也可谓混得风生水起，他负责墨西哥、加拿大和中东等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据报道，库什纳家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着不错的个人友谊，与以色列也有广泛的商业合作关系，这让巴勒斯坦深感不安。终于，当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时，任何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努力和和平希望都付之一炬，巴以冲突卷土重来。而他在通俄门事件中挥之不去的身影，更是引发美国公众的强烈不满。那么问题来了，他凭什么还能在白宫担任重要的外交角色？据纽约时报，库什纳家族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者，以承担该家族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和房产建设成本。而作为特朗普与20几个国家的主要联络人，能在政府的框架中与海外企业建立联系是十分便利的。对此不满的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则一直致力于削弱库什纳的权利，限制其获取机密材料和简报。但是他的保护伞似乎并非能轻易打破。据 Political 杂志，近日库什纳正在推动自己人罗林斯担任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罗林斯曾与库什纳就鉴于改革立法密切合作。有分析认为，此举将使库什纳触角延长到这个鲜为人知但颇具影响力的办公室，塑造特朗普最重要的议程项目。因为该委员会协调政策的领域涉及教育、交通、住房、劳工和医疗保健等众多重要国内领域。文方陈责任编辑，柳光博。